那我来介绍下一位歌手。请愿之下又不变，其实没事。现在也没事啊，一点事都没有。你劝我慌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整个状态打乱了。嗯，没事啊，你是无敌的。大家看到我身后的打击乐大师刘晓松先生坐在一个箱子上。这个箱子其实应该叫做 Gajón 是弗拉门戈音乐里面最常用的一种打击乐，据说是吉普赛人发明的。接下来这位歌手他要唱的歌竟然是 Michael Jackson 的，我真的难以想象这样的编制他打算怎么来翻唱？掌声有请。变声了。1, 2, 3 I'm starting with my man.
吹好激烈，还可以有风吹啊。谢谢。我也要吹风。他是把那个之前百变大咖秀有个大风扇，不需要风。一开始的时候，那个第一遍的时候，我觉得第一遍不用站，但第二遍你要站，没必要等那么厚了，非常大胆，大胆。我简单说，不插电这种，如果歌手不自信的话，或者歌手有一点点缺陷的话，是非常容易暴露。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歌，我还没什么印象有谁不插电唱过，在华语乐坛啊。因为他坚持自己的特立独行，无论唱中文歌曲或西洋歌曲，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。他在舞台上就是一个 Queen。尚雯婕都非常有创意，他们都可以把我们印象中的歌直接变成另外一个东西，然后都有他自己的味道。好吧，我承认了，压力。哎，第二段忘记了，你们没听出来？听不出来。最后那个地方，他把你的一个头发都吹开了，特别好看。对，听不出来，真听不出来。